台湾的牛肉面店很多，但是真材实料的却只占了少数。这家以番茄牛肉面而闻名的小店，就在公司林立的西湖捷运站附近，店名叫做山西刀削面。虽然在品尝的过程中，不会像美食节目主持人一样发出夸张的赞叹声，但是好吃的表情也全都写在了客人的脸上头。而这道料理的主角牛肉，特别选用卤制专用的澳洲进口牛肉腱，可以呢把这汤汁的精华全都锁在了牛肉里头。而这汤头加入大量的辣豆拌来拌炒，完全提升了这一碗牛肉面的香气。即使是不起眼的小店，也能够做出不平凡的美味。